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当归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原味生存系列第十五集咯。那我们上一集找了这个中介祭坛，废话不啰嗦，马上跳进去吧。啊，有点紧张耶，会不会等一下出生在一个很边缘的平台我就挫赛了。直接下去啦，一个走。哎，不错呢，在旁边，哈哈哈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太开心了太开心了。啊靠，我的水桶没有拿啦，完蛋啊，我的中介箱啊都不在身上，完蛋了。好啦，直接打吧，应该是不会死掉吧。中介龙不要看我，让我慢慢的射。OK， 这样射不射得到啊？我看不到呢。哎呦喂，水哟！在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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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难射啊？哎、欸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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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觉得要起飞要撞我了？哦，李轩。哦，李炫，哦，李炫，哦，李炫，好啦，不要撞了，啊，直接叠上去好了，直接叠到最高的好了。有点哑巴，他是不是要打我了？哦，不见啦、啊，到底在干什么 ？OK， 在上面射就快多了。哦，他的东西吓死我了。OK， 哎呦呦呦，烫，修。哎呦呦呦！等！啊，我要怎么下去？呼呼呼 ！OK， 哦，好恐怖哦！啊，完蛋！看到了！啊，中介龙，吓死我了！哇，那个左下角那个错位置跳出来有个反的，我已经关超多的哎！啊，算了，就给他跳吧。之前就没有跳出来，怎么现在要跳出来 ？OK， 有了！啊，完蛋，就看到了！哎呦呦呦呦！OK， 顺便打中介珍珠。要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哦吼吼，好恐怖哦！好，那还有哪里啊？哦 ，no！ 好像没人呢。没关系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哇，这个太高了吧！这个真的很高呢。哦，跌到了，稍微检查一下。诶，都没嘞。OK， 开始打他了，是不是？好哦，来哦，直接砍他的卡层。哎、欸，太高了吧！哎！哦 ！OK。不要啦！哎、欸，怎么1.17的中介龙这么喜欢俯冲啊？太恐怖了吧！啊呼！忘了带玻璃啦，没有装龙席啊，算了，之后再装吧，之后再复活就好。哎、欸，他就直接穿过这个中介，不是中介柱，他就直接穿过黑曜石柱，哎，这样子科学吗？哎、欸，他一直在那边晃，哎，都不下来，他越飞越高了，各位观众，哦，他要下来了，哇，在那扭呢，哇，他跳恰恰呢。有这样子下来的是不是？那有观众说要打龙头，不要害我。OK。欸、他好会蛇形飞哦，他之前会这样子吗？啊，完蛋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又一颗？没有，他不见了，显示 bug 哎、欸，他发出那个吐息，这个球不见了，他一直越飞越高，你要不要爬啦？耶、yeah, 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好打多嘞，还是因为装备的关系，我不知道啊，感觉笨笨的，他就一直飞来飞去而已啊。
不像之前你在爬塔的时候他还会把你撞下来，现在比较不会了，还是这个看几率。哦，有了，有64等了，各位观众我们回去强化装备吧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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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好了，回来了回来了，我先整理一下东西哈，64等当然是要好好运用的时候啦。那我们来附魔火焰保护，不要啦，好烂哦、喔、哎呦，水中呼吸有欸啊，直接附了啦，哎呀，直接有，直接有了，各位观众，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身上这个，是这个，直接附了，有了，保护式水中呼吸跟清水晶都有了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是深海漫游三嘛，那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洗出来，来，保护式没有深海漫游三，哎，风力四，哎。哎呀，当然要附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剑哦，有了，风力五，我要取名字，黑夜刮剑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碎啦！我再看一下有没有深海漫游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现在变成十二等了哟，天哪，附一个剑我就变穷光蛋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子我的剑已经最高级了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没想到打中巨龙蛮快的嘛。我们还有龙源对不对，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喂一喂。嘿豆，那把它放在哪里啊？那我想一下要把龙源喂在哪，这边做个展示框，这边做个小水族箱好了，我们上去换玻璃。没想到打个中巨龙打这么快，哎，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，如果现在直接去找鞘翅已经找太久了，我们下一集再找吧。那玻璃这边很多啊，其实不用换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做个剪刀哈，才可以用水草啊，或者是什么。我记得我们那边有一个方向是可以收集海带哈，海带好像我都没有收集耶。好了，我们去收集一个海带吧。应该往这个方向直直去，应该就会遇到海洋，或者是这个方向。有水中呼吸三，真开心啊！而且要喂龙源繁殖龙源，不是要热带鱼吗？哇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我身上的那个中介箱好像没有回收，我把它放在那个中介祭坛那边呢。看到绿色的东西，我就不信你跳得比我还快。阿斯要到了没？太远了吧？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收集海带？奇怪。嗯？哦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哦？还是我之前都没有逛到这边？来开宝箱，开金苹果跟黑曜石。哇，这是怎样？还不错哎，好，拿，居然金靴子上面竟然附了保护饰，有点高级。哎、欸，我只是要找一个海带而已耶，怎么这么久？你怎么还不出来啊，海洋？上次应该要稍微加减踩一下的，都没踩。哦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！哦，天哪，走好久，只是要个海带而已，呵呵，太夸张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啊，我现在才收集到这个，太慢了吧？哦，海豚，海豚，好啦，收集一个42个回去吧，可以回去了。天哪，走好久、哦，我竟然走了快1000格，呵呵，太夸张了吧？我只是要个海带而已。哎、欸，我在水里面呢。滚！偷打一下。哎呦！哦，好像看到了，什么东西这么高啊？我的甘蔗机太高了吧？原来我的甘蔗机还有另外一种功能，叫做路灯哦。应该说我的灯塔瞭望台啊。哦，这样远远看真是蛮壮观的哎、欸。然后这两只苦力怕是怎样？两个互看是不是？哇，靠近会不会爆啊？来哦。不要靠近，恶心！好，终于回来了，走有够久，那把这边挖掉。应该这样就够大了吧？这样子吧，换个方块，珊瑚方块可以拿出来用了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叫什么海鞘，没错，之前也是跟那个流浪商人交易的。哦，身上东西好多、哦，然后这个金鞋子留下来，其他都可以。把的经验拿来，这个周围给它放生板岩，我很喜欢生板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很漂亮，中二气息的漂亮。大概这样，然后周围放生板岩这样子，反正养这个龙源应该不用太大的地方啦，就小小的给它好看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子一个框框，
这边挖掉。没有三乘三呢，还要再上去一格吗？可是这样好像太高嘞。要吗？好啦，算了，就给它三乘三对称一下好了。大概这样子吧。然后要地板门，要把它们关起来，要不然它们会跳出来，感觉会跳出来啦。所以还是给它封个顶吧。等下这样，我要喂它的时候打开来就好了。那这边要给它装饰吗？看一下有什么方块比较漂亮。水晶方块感觉不错哦，反正也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水晶方块就给它换一下吧。哦，天啊！是吗？放起来有这么好听的音效哎，好好玩哦！好有快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不错哎，这个水晶方块。然后在这边倒水。我们先做两个那个叫啥啊，我应该先倒水的，这样子放不放快死掉忘记了，先放干什么来乱的是不是？那我们先做这边，这样它的水才不会跑出来。我们其他都先用玻璃把它挡起来，我们先在里面把水填满。龙岩全部把它放出来放出来放出来。你出来干什么啊？进去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攻略中介龙，然后顺便把我们的龙园盖个小水族箱，应该这样子不错吧？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各位观众，你们不觉得这只龙鱼真的很像大变色吗？虽然它还是很可爱啦。